主料，苦瓜3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香辣料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苦瓜洗净去瓤切片，锅中放油烧热，倒入香辣料小火炒香，倒入苦瓜，炒至苦瓜断生，放盐调味，翻炒均匀即可。好了，可以享有香辣苦瓜沫。烹饪技巧，炒香辣料时一定小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